好不好吃我不敢讲，但是这家店已经做了21年，如果它不好吃的话，它怎么可能在一个那么偏僻的 flat 楼下哈卖了21年。麦笑笑，我是阿洛，今天我们来到冰岛的大曼 Bukit Jambu 的 flat 楼下，你可以看到我的身后是一片草原，这一片草原隐藏着什么东西呢？就是21年的板面。听到21年，你就会吓到，可以在一个 flat 楼下卖21年的板面，肯定说什么它的板面一定很好吃。话不多说，我们走进去吃。OK， 现在我已经叫了我喜欢吃的这个粗的干捞板面，所以你可以看它的板面里面哦，有这个咯 ，OK， 然后有一些肉脆咯，当然是有面咯。然后我们叫干的话，它会给你一碗小小碗的虎丸的，但是我贪吃一点，我就叫了一整碗 ，OK。然后在这里出名的呢，除了是干的和汤的之外，它有分什么？有粗的面和细的面 ，OK。然后有分大、中、小。然后为什么我会这边多一个碗呢？这个碗就是那个马尼菜啊，福建话叫做马尼菜。因为我这人比较爱钱，所以我就叫了一整碗的马尼菜来喝，可以来吃了，不是来喝。所以不要跟你们讲那么多，我先要吃了 ，OK。你们吃板面哦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还有江鱼仔哦。到江鱼仔一定要去炸了，炸过后啊，它配吃就很香。好不好吃，我不敢讲，但是这家店已经做了21年，如果它不好吃的话，它怎么可能在一个那么偏僻的 flat 楼下哈卖了21年？所以赶快来品尝。我们在树下吃板面，我们一定要叫一杯山楂水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一首歌叫做《山楂树之念》，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树下配上一杯山楂水，你就有那种恋爱的感觉。假啦！张大咪。